HTC 不常刷的卡申请调额会过吗？基本上银行它的往来基本上还是会看你自己的贡献度啦，所以如果你自己不常刷的话，基本上调额的几率不太高，因为他可能就想看看之后，他会觉得说你都没有用我的卡，你又要那么的高额度干什么？对，他就不会给你。像我早期三四年前，我在就是申请额度调升的时候，很多银行都是用这一招来给我就是打枪，他就讲说那个邦邦先生，你自己本身就是也都没有在刷我们的信用卡啊，那我可能我觉得你额度的需求应该是够的，好，所以我不会给你调升额度，好，所以。如果您要就是在近期之内调升某一家银行的额度，你最好是这段时间多常用他们的信用卡哦，这样子会比较好。对。